怎么？这是我父亲的马车，他们一个叫小鹿，一个叫小兔。小鹿、小兔，你们好。我们一起来。小鹿，慢点儿。小兔，快点，快！啊！这条路真窄。你知道吗？它还有一个名称呢。名称？嗯，它叫做逐水曲。逐水曲？我听大人说，算不算一名合格的御者，就看能不能通过这里了。可是咱这两匹马不行啊。小鹿、小兔，你们敢过去吗？我们一块来吧。不，逐水曲，走。母亲，曼福说我会把车驾好。才刚刚开始呢，一个君子要学习武艺，你今天学的逐水曲就是武艺中的一种。哦，一个君子要懂得念书识字，等你年满13岁就该上学了。我教你的那些字你都记住了吗？母亲，我每天都在练习呢。我会写，可不明白它的意思。这是人字，更深更多的道理呢，先生会教你的，明天吧，明天，明天。你看那，孔丘，老虎，孔丘，谁让你来的？瞧你这身衣裳，上乡学，以后还想上国学。安静。先生，有个穷小子混了进来。哦，哦，他是邹邑大夫舒良和的儿子。什么邹邑大夫？早死了吧。不得无礼，受大夫的后人，这是规矩。哼，你有什么要问的？先生，我想请教人这个字。还没教到这个字呢，好好听着，这也是规矩。曼佛，你为什么哭？你能上学，我却不能。我去乡学找你，被赶了出来。他们说，赶车人的孩子还想上学，做官的孩子才能。这太不公平了，以后你就别跟我玩了。我先学，然后教你，怎么样？真的？嗯。过两天国君就要举行田猎，你得答应我，陪我一块儿去。嗯。
会下车呢。哦，一会儿给我露一手。大叔，请您多指教。国君，鲁国有一位少年英雄，御车神乎其技，可否一跃？你出来！我要向你挑战。交曲，两车相会，犹如舞蹈。哦，好看。上古时候，君王爱民，民嘛也爱君王。君王去世后，许多人愿意以死殉葬，这是因为他们舍不得君王。先生。嗯。哦，我觉得让活人殉葬就是不仁。这是弑君之礼，书上都是这么记的。如果殉葬是人，君王的母亲去世，君王为什么不殉呢？不许妄言，这是规矩。我想请教先生。妄言？先生，孔丘不是头一次捣乱了，他至少跟您提过300个问题。你不配做我的弟子，回去吧，再也不要来了。啊？先生为什么不要我？我错在哪儿？不，你没有错。不明白的事就该去问。可先生不教我了，我没地方学了。不怕，你要成为君子，就得忍受磨难，许多许多磨难。孔丘，我想过了，我给你请了另外一位先生，你可以去问他。啊？真的吗？这位老先生一定会喜欢你。